加油！再跑起来，快点！加油！对，加油！坚持，再快，再快点！后面的小碎步，原地点起来。来，中！抓好，来中！来，前压，来，脚扣起来，往下压，往下，撑住。对了，撑起来。我叫徐海灿，今年12岁，我来少林寺2年了。因为小时候看到那些武打片，就感觉特别帅，我才来到少林寺。我想好好练功，把武术教给很多很多小朋友，因为师傅说过我练得比较好。来，海灿，给你，我先示范一下。注意看，你看。孩子要多吃点青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多就可以长高啊。在市里，我和我的兄弟们是好朋友。我平时会跟他们玩象棋、玩游戏。站在木人桩上。需要考验平衡力、基本功、耐力。耍起来！虽然感谢恩师师傅，虽然偶尔也会对我们很严厉。师傅说，发扬功夫精神，就是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。他希望我们能好好练功。5、4、3、2。我以前有受过伤。脚腕也有肿过，灯带有拉伤过。3。但是我不害怕受伤，我要练好武功，所以受伤是难免的。我们少林寺主要练的就是五祖拳，它就是一个刚正，比较威猛，基本上是以爆发力，以我们的整个短技手进攻防守为主要的一个技法。师傅今天跟我说，过两天检查训练成果。表现好了有奖励，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耶！少林寺是一个温馨团结的大家庭。小轩，是不是要帮你洗？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小轩洗衣服、干衣服。越多越多泡泡。师傅之前有说过，我们师兄弟要互相帮忙，况且文清还这么小。写字和习武一样，也有一招一式，动静结合，心要静，气才平和。师兄，看我写的好不好？很好，很棒。鼓掌一下。今天要进行一次考核，看一下最近大家有没有进展，有没有信心？今天上午的考核都还不错，好，一定不要骄傲，听到没有？有。我们根据每个小孩子不同的一个体型、不同的一个柔韧性、跟不同的一个爆发力，然后选择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兵器和一个套路。好，今天准备了一些小奖励、小礼品，也希望说大家能再接再厉，敢于当先。好，大家有什么喜欢吃的可以自己拿一下。好，谢谢师傅。战斗机。我喜欢少林寺的生活。
因为师傅教了我们很多东西，会带我们去吃好吃的，还会带我们出去玩。功夫精神就是强身健体，心怀正义，自强不息，精忠报国。师父说，未来把我们中华武术文化发扬光大，让全世界的人感受中华武术的力量。